哟，上车了。叮叮叮叮，哟，他俩在刷手机呢，刷手机还是刷图鉴？刷图鉴是吧？马上就要到宫门寺了，高楼大厦，单轨电车。哎，刚才那个建筑像不像刚才那个铝钢龙？嗯，这是道馆是吧？不是，是最后的冠军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宫门竞技场来场最最刺激的比赛啊！好，到了。等这个家伙有点蹊跷。等十号道路上的积雪融化了，又将是怎样一番景致呢？出来之后，十号道路这简直是一道雪墙啊，雪墙！哼，再见。这边我觉得有点什么，对，力量强化，一般只是你往那边走的时候，反方向，哎，这还可以坐下。为什么我要坐在凳子头上做不到，只能坐到凳子中间去呢？我只是想坐在凳子头上，不要让我到中间去。哎，它自动会坐到中间去，太烂了这个设定。我就想坐在凳子头上而已。什么鬼？冰属性的魔强人偶，耶！哦耶！哦耶！冰属性的魔强人偶来了，仙气球！来吧，冰魔偶！瞬间挣脱啊！用了突袭失败了，恭喜你啊！那么我要出招了，火焰踢就足够了，小魔强！抨击！但魔强人偶倒下，我们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抓魔强人偶他们了，因为他们级别现在比较低，就算抓了对于我打冠军杯也没有什么帮助，暂时啊。又来一个魔强人偶，还有一个冰的那个铜偶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冰的铜偶熊？我看看。哎，不是，喷嚏熊，他叫喷嚏熊。把冰的喷嚏熊多少级？47，来一只。我仙气球命中率太低了。鼻涕熊，人家喷嚏熊，3，高价抓到了喷嚏熊。逆鳞虎有半身，我怎么感觉我又要他为什么追到这儿又不追了？好奇怪啊，这只冰鬼户。Let's go！ 哦，还要跟这些人对战是吧？有受伤的宝可梦吗？我是医生。医生你好，我先把你的宝可梦打受伤吧。沙麦朵，我想抓一只。顽强王。沙奈朵啊！花眼球，那个正式挑战之前应该有给我回复的机会啊，所以我就用火焰球这种大招了。沙奈朵秒杀！逆鳞湖暴雨的时候2.1%的几率，所以并不是那么能容易抓到的啊。走走走，哇！这条路好长啊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吧。你也是对战的吗？我可以轻松绕过他。哎呀，你在这守门都看不见我，怎么能行呢？来来来，登山男俊夫前来挑战。大钢蛇，你完了，我是火属性。好吧，但是大钢蛇的物理防御很高，所以我们还是用火焰球吧，避免打不死它。要是喷射火焰的话，我就不担心了。好的，秒杀，效果绝佳，大钢蛇倒下，获得经验。它还有一只，我看还有一只什么啊？重泥丸马，那我们替换一下也不错呀。棉花糖级别比较低，可以上来升一下。来，来吧，糖糖，
吼，对方的是仲尼完马。嗯，我们可以用出青草搅拌器啊。哎呀，过半，然后他的命中率降低了10万马力，没有命中，完命中了，但是打我不多，问题不大，连续又降了他的速度。好，所以我的棉花糖上来就是控场的，各种控场，来吧，青草搅拌器，搅拌你，送你完马。好，倒下，获得了经验。好，库巴升级。哎，这就是我们那个飞翔出租车的司机啊，福太郎。哦，刚卡一啊，刚好被我的火克制。飞行加钢，刚好被我克制啊！点快了，用了一招最没用的意念头锤，我点的太快了，多赚，白吃一招。好吧，沙暴袭击。好吧，不行，我要用火焰踢了。火焰没有命中，这火焰踢的命中率是问题啊！操！火焰踢居然有命中率问题，然后我速度还没他快，这不是气人吗？火焰踢，来吧，杠开呀！好的，钢铁鸭倒下，获得经验。哎呀，我是不是得治疗一下了啊？哦，沙漠蜻蜓，我正好可以换人替换。我的社会哥有冰冻之风，四倍克制，伤吧社会哥，教训这只沙漠蜻蜓。我来了，沙漠蜻蜓。我们要用出的是冰冻之风，来吧，来呀，冰！哎呀，没死，效果绝佳，都没死。但是它会降速度，它用出了地震，哇，挺强的招啊。好吧，你没有机会了，沙漠蜻蜓。来，冰冻之风。咚咚咚咚咚咚！好，沙漠蜻蜓效果绝佳。好的，战胜了出租车司机。关于钢铁鸭的传说哦，他是钢铁鸭的粉丝啊，怎么这么多对战？邮递员阿成前来挑战，大嘴欧，大嘴欧克制我，他有水。我最好上个电，我最好能上个电了。这时候啊，我大嘴又降雨，改变了属性啊，不是改变了天气，开始下雨了。换人，我要换上的是滚姐。哼，滚姐可以四倍克制，来啦，摇滚起来，顺风，提高速度是吧？没有问题，破音。哎呦，他果然速度快了。哇，水波动打我这么多，而且混乱了。不要攻击自己啊！啊，使出了，好险。效果绝佳，大嘴巫倒下，获得是经验值。好的，猫头夜鹰那不需要。继续用电来克制它，但是隐患就是我现在混乱了，我有可能会打到自己。破音，无限空气斩吗？速度比我快，无限空气斩，混乱解除，破音使出。好的，来吧，小夜鹰。干掉了啊！棉花糖也升到50级了，我现在所有人都50级以上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所以这一段对战应该就是属于给我刷等级的，应该是。
这一段对战。哎，露营哎，好，来吧。露营地啊，可以啊。好，要参加，看他露营地里面有什么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不是列阵兵吗？列阵兵 ，come on！ 那边还有个大烟囱，是谁啊？我这还有个这，他有好多奇怪的宝可梦。哎呀，独角兽啊！小行行，来聊天吧，快来玩！哎呀，哎呀，真是快来玩呐、啊，挺好，快来玩，聊天，快来玩。他叫哦，他叫冰仔。还有这个名字特别难记的这个家伙，快来玩，他叫什么来着？好吧，那个大烟囱能不能过来玩一下？大烟囱，大烟囱，这是加拉尔地区的双纳瓦斯是吧？嘿，嘿，怎么不能叫他了？你好，小星星，多么的自大呀！什么呀？我要叫这个双纳瓦斯过来，他不过来，他不过来。来看娃娃，看来娃娃还想玩个痛快。这是娃娃呀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了，拜拜了，拜拜了。再往前，哇，有好多的对战啊。可能是觉得我们挑战那个联盟的时候等级可能太低不好打，所以设置好多训练家来跟我们对战，应该就是那个达摩狒狒也有特殊形态了，也是冰属性的，呵呵哒。火焰踢，我的技能点都快没了，来尽量我们一脚一只啊，技能点不多了，大家不要浪费。好，冰雹袭击，下一只看看谁？列阵兵，列阵兵是什么来着？列阵兵是纯斗是吧？我记得是格斗，大家说的。列阵兵是格斗，继续战斗吧。啊，列阵兵来了！我的意念头锤是效果最佳的，对，意念头锤。来吧，一念头锤，冰列阵兵轻松收下。好，53级摇滚姐，还有吗？八爪武士，八爪武士也是斗，继续战斗。小武士，哦，说的是八爪武士是纯斗来着，是不是？好，反正一念头锤效果绝佳，我已经看到了。来吧，八爪鱼！哇，这个武士防御力有点强，然后用了健美提高攻击和速度，好像他会因此变得比我快吗？哦，攻击防御没有提速度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冰雹还给他留了一点，来一念头锤，上了，咚！魔枪人偶的进化是踏冰人偶，哦，那是魔枪人偶的进化呀。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不是这个特殊形态的魔枪人偶啊，但是看起来长得很像啊。哇，这有个双打对战，来，好久不见了。哦，这俩我们之前打过是吧，在某一个露营地的旁边，难道就是他们俩？采访者美琪和阿陈阿阿陈阿阿阿阿陈，还是阿什么？阿生阿什么？齿轮怪和陕西光电陕西，火球王是可以烧一把的，火焰踢就好了。齿轮怪，然后呢，电属性比较不利，换人。电属性用，
摇滚姐已经废血了，用棉花糖吧。棉花糖扛电扛的比较好啊。来吧，棉花糖。好的，齿轮怪干掉，很轻松，获得了经验，然后社会哥和棉花糖都升级了。他肯定会打棉花糖，打雷，是不是打棉花糖？果然打了棉花糖，刚才这个位置是库巴，他想打库巴来着，还击中了要害，麻痹了。哎呀，哎，但是棉花糖有一招治愈来着，我有没有把那条剃掉？我看看啊，治愈那个异常状态，我来看看啊，我那一招还在不在呢？哇，各种冰雹啊！啊，托哥德马尔两个电了的，我现在没有地面属性的招式啊。哦，哦哦哦，我现在没有地面属性的招式啊。效果绝佳，火焰梯对托哥德马尔，嗯，然后棉花糖呢？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棉花糖有一招芳香治疗，可以治愈。我看啊，好像治愈自己和队友，我方全员。好，来一招芳香治疗，治疗一下火焰梯。好的，完美收下，命中要害，铁刺扎了我一下，没有太大的关系啊。托哥德马尔是电加钢，嗯，抛物面充电，哇哇哇哇哇！对棉花糖效果不好，但是对火球王打了 不少啊，然后还吸了我的体力，天，他速度降低了，火球王速度降低了，芳香治疗，哇哦，好，治愈异常状态，火球王可能得下了，是不是啊？还是先打吧。火球王速度挺快的啊，干掉光电闪息应该没问题。嗯，光电闪息我用火焰球给他个大的，然后棉花糖用搅拌，耶，没点着，但是应该也能命中他啊。来吧，太猛了，火球王啊，就靠我的火球王了。青草搅拌器招式失败，冰雹袭击棉花糖，音波龙还有呢。哎，这个双打没办法直接换人啊，它有飞行，对棉花糖很伤。嗯，所以我两个都换了吧。我们上社会哥可以四臂克制啊，冰冻之风，然后再上一个，嗯，别天神吧，比较能扛的。来换一下，两个人都替换。我没有地面属性的招式啊，地面属性的宝可梦和招式都没有。嗯，可能在打最后的冠军战的时候有点不利，地面可以克很多东西。哇，社会哥你被打得好惨呐，还冰雹袭击。哦，当然也会袭击他是吧，全部袭击。社会哥当然要用出你的冰冻之风了，音波龙，然后别天神呢用他是龙加飞，嗯，用刚毅。好，冰冻之风可以秒来，没秒，居然没有秒。嗯，但是他速度会降低，所以刚毅使出。好的，音波龙倒下，好了，战胜了小记者和小摄像师。有没有人给我治疗一下？我现在这帮人被打得好惨呢，这会儿，哎呀，被打得好惨。回复回复回回复回复回复，可以前进了，但是技能点也不多了。哎，好像到头了，我这治了半天到头了，
有可能我会多花浪费了好多药，因为一般这种情况下会有个人来给我治疗一下。哇，那前面的是别天神吗？那个大雕像。哇哇哇，看那个雕像的样子 有可能是别天神。我把抓多龙旗的方法发到群里去。好的，谢谢。宫门室，哇好大呀这个宫门室。哎呀，不是像以前似的爬一个雪山然后就直接打道馆了啊、嗯！这个是在一个城市里面。哇，那个摩天轮可以坐吗？看起来很帅啊。等全65级以上再打道馆，再打这个冠军啊，有这么可怕吗？科普又来了。哇哦，宫门寺，我的表现会在这里成为传说的。好吧，各位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儿了，拜拜啦，拜拜各位，拜拜。